那么多对手戏啊，私底下有没有谁，比如说糗事啊，很恐怖，可以讲吗？哎呦，破口来了，破口来了。然后他就骂骂，边骂边把那个小可爱拖子扇开。难怪每天排班的时候，现在就是哇，就是人家去抢。对呀、啊。这个要怎么后置呢？我们会做一个小花，我们会做。你想要做小花还是草莓？我让你选。没有啊，他刚。快来娱乐超时刻脸书粉丝专页按赞，欢迎来到娱乐超时刻 Skrrr， 掌声欢迎多情人生男女主角苏彦佩、黄坤昕、张家伟。大家好，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嘉瑶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文章。多情城市太厉害了，收视第一之外又节节高升，又节节高升。创新高，对呀、啊，文生最近新闻蛮厉害的，为什么要封奶啊？其实没有这回事，要不要好好来回答？就是、我依然是一个很敬业的艺人，希望把每份工作都做好，嗯、然后因应我们节目的一些需求，希望大家开开心心。需求，观众的需求，对呀、啊、，OK， 对，因为就是大家都没有，就没有需，就不能满足，就不能满足，对呀、啊啊，不行了、啊，我不能像你所说的一样说大无奶，哦，不然我。他真的黑化，你看他会挖洞给人家跳。你是真的要封奶了，我们今天那个封条都准备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要准备一个封奶仪式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就封奶吧，就封吧。封吗？今天就封吧，就只有。你有问过嘉瑶同意吗？他说就今天，对，就今天。嘉瑶，你同意他封奶吗？我就算同意，观众也不同意。哦，对啦，推给观众就对了。没关系啊，没有关系啦，就是以后都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哎呀。不行，不能说。谁说？我只有二零。你算。你看你一踢他都软掉。通常都是晚上，为什么会晚？对啊，他都软掉。软掉。刚嘉伟一踢，突然觉得2020年整个都光明起来。都光明起来。对。打开运势大开。瞬间刚自己盖完了。那我们来问一下文馨，就是你刚刚拍戏你的感觉。其实他是我后来才发，就是他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很骚包的，就是那个张良版的娜美啊。对，那实际上他其实也差不了多少。没有啦，其实他私底下，我觉得他有时候在拍戏，尤其是这种他。比较不会放那么开的哦，他很怕别人误会。OK， 彦佩啊，因为像你这个角色走到后来就整个大翻转，然后反而还有很多正宫来跟你诉苦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就会留言说你做得真好，就是要这样反击。正宫呀，你以往都演那种很委屈的，这次不能再放过他们了，一定要好好教训，替全天下的大老婆就是反击他们这样子。我觉得好喜欢这个剧本，对，他演这个型，他这个反差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新时代女性，新时代三角形体写的真的。还蛮喜欢，所以其实三个人现在的线就是大家都很爱看的。对呀、啊，难怪收视率节节高升。谢谢大家，我觉得是一个团队的精神，大家团结起来才有办法。但是我是有点害怕，说我因为我现在已经就是算是认错，想要悔改这样。对啊，我是怕说后面没戏，所以我后面没戏。我有时候我就潘柏希没关系，我就想说建议说，那干脆就是来个小四之类的。哦，那我们公平一点嘛，你找小三，那我可以找小王吧。哦，一定会有小王的啦。我现在也要，我想要问一下，那大家私底下拍戏那么多对手戏啊，私底下有没有谁，比如说糗事啊，很恐怖，可以讲吗？哎呦，破口来了，破口来了。那个啊。哪个？有一次在 Seven 那个、啊，那天早上，然后呢，他就是在这个衣服、服装的问题，然后他有点歇斯底在生气之类的，就一直念，然后因为我们去那个地方 Seven， 他旁边里面有一个小空屋可以让我们换外景就对了，对，外景 OK， 因为旁边女生有搭一个小帐篷，所以让他们进去换衣服比较方便，那男孩子还好，因为我也是角色，我也是特别的焦虑，我怎么办？
系。对，因为他的什么视频啊，什么都没有弄好，要联系啦，要联系。怎么样？他就很烦，然后他就骂骂，边骂边把那个小可爱拖着身。还好他是背对的，他把你，他把你当姐妹了啦。没有，他把我当空气了。你真的以为是女生啊？你直接拿化妆师说，旁边有人了、大家边听的时候，我就，我跟你说，他说这男生气怎么会这样？你们说为什么啊？他就开始拖，旁边的那个造型师提醒他，有人了。他说啊，对啊。看他强不强？我们看到这就是之前的剧情，就是因为之前有发生关系嘛，所以拍床戏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尴尬 NG 呀、没有，我们很快。可是有一次啊，有一次很快，很快就不是说我们很快，对，我们效率很快，哦，效率很快。但是为了效率很快，有一次我想起来就是这一张。好，哪一张？哪一个？就这张照片，那一天本来在床上，抓奸在床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就是每一场在拍的时候换衣服速度很快，是，所以我就索性连安全裤都没穿。哦，那一天，那一天你忘记早讲啊，就那天早讲，不是，比如说床在这里，对，然后我躺这一边，然后佳瑶在这一边，然后我们在那时候不是有一句话，你记不记得？我就跨上去，然后跟你说香水。你不是说我说你的香，加油很香啊！对，加油说我身上很香的那一场，那一场就是我就这样盖起来的时候，五四三二的时候，大家突然间安静，然后就直接有人从我后面把被子这样盖起来，然后把我的裙子拉下来，因为我裙子已经露半屁，露到这里屁股蛋。哇，真的可以掉下话，你没有穿安全裤哦？没有，那都没有。然后我那一天很送给你啊，不是，他没有发现啊，他没有发现送给我。是四台机器跟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啦。我不知道大哥你在不在，反正那天就是很糗，我那天是第一次觉得真的很尴尬，因为导播已经到这里，而且我是穿三角，所以这里这一款。顿时导播在副控骂说：“请机器四台机器不要晃。”这大哥，导播在副控都疯掉，画面一抖。都准备蹲，难怪每天排班的时候，剩下个人哇，全人要去抢，对呀，剩下个就要回去吃海鲜了。天哪！对，这一段要唱什么后置呢？我们会做一个小花，我们会做。你想要做小花还是草莓？我要你选。没有啊，他刚刚海鲜。海鲜。就是因为我在那边蕊的时候，就开玩笑，我说影片不是删掉吗？他说我早就删掉。我说要不然为什么影片会流出去？然后你爸妈拿影片来公司找给那个总经理跟总经理夫人看，对，然后我自己又那边蕊说害怕他们内裤都松了。然后他就说难怪他会笑场，没有没有，他接那一句真的很厉害，他说总经理不是松了，是越来越紧。你看，各位观众，这幕后真的很好看哦。不是，因为他每次都开黄腔，我觉得我有一次一定要赢他。其实我们私底下真的都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对，该怎么接你呢？对啊，就是在休息室松松紧紧嘛。这一档连续剧是你被打巴掌最多的吗？最多的哦，就是这辈子没有打过，在这一次全部打完，一次打完，冤亲债主都还清了，对，跟我一样。哎，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打巴掌戏啊，对，都是真打还是借位？因为观众其实看到都很真，就很多妈妈说，就问说阿丁可以八点打还真打架吗？是 gay 啦，妈妈都会这样问。可不可以教我们有没有真打是怎么打，或借位是怎么打这样？他如果是被打的，导播一定会 take 他的特写，加油！你今天你外婆要去讨价。Oh yeah！ 然后要有风给他，他的头发才会有点飘动。哦，要风，对，观众看到就会觉得说，哦，是真的，专业的。老师教完，立刻来试一下，看来试，我试一下，看看。你站好，站好，要有风嘛，对不对？立，给你看你挨家。你真有打到哎，你真有打到啊，换我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像叶佩刚刚也是指尖碰到，指尖碰到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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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这边看很像是他有，很像，对，就像这个，就是你就是摄影师，哎，这样好厉害哦，又一种那个镜头的那个错位的感觉，错位，哦，所以这是正宫的打巴掌，哦，那正宫如果打小三怎么打？来，俩丢啊，你今年有没有？打小三就
真打、啊。哎呀！你加油，我不是温泉姐的 baby。哦。你跨这个空间啊！阿莲呢？你不要想。我。你是我哎！别想，你别。你们不是答应我，别跟我讨论暗器。温馨游乐园送，我们培养感情，我们身心的 baby。哎呦，试试。我们要身心的保障。我是你的温馨。我的有魔力力吗？什么力量比你耶？愤怒，班头加入。My sense。My sense。班头。No。哦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？拎宝贝都孤零吧。这段卖挂我家己，我今仔日就证明我家己是我家己对，我来拍我家己拍到精神有气。除了一下大家平常没有看到的，对，没有看到，但是大家应该比较羡慕那个马里奥了。对，访问一下马里奥啦，马里奥的心情，请问一下刚你现在还站得起来吗？他的鼻子证明了一切啊，哦，坚挺，比刚刚还大了。对，所以要跟大家讲说呢，这都是演戏，大家不管演反派演正派呢，演得很好，请大家给三位演员就很正面的鼓励，好不好？演员的肯定就是反映在我们的收视率上面，没错没错。所以要更感谢大家支持多情城市，所以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，民视频道多情城市，谢谢大家。